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0年10月18号，11点33分，18:04，4:15是赤。北部发射区均有宜兰县开往苏澳的17.7.6阿佛天灯，在苏澳行政实力，谢谢观看。那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订我们的一级观看片。好，看看这是再见，拜拜。再见了，拜拜。